家好，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学习。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三课，지금무엇을해요？你现在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지금무엇을해요？好，我们先看一下本节课我们要学的课文吧。유리코 是一个日本人的名字，是吧？百合子유리코。왕신씨지금무엇을해요？왕신，你在做什么？왕신씨。系我们学过了，加在人名的后面表示对他的称呼。지금무엇을해요？지금，现在，무엇，什么？하다，해요，做什么？지금무엇을해요？一会儿我们会讲到一个해요，它是怎么变化过来的一个语法。然后接着王鑫怎么说呢？저는책을읽어요。저는책을읽어요。책书，읽다，읽어요，读。我在看书，读书，看书。유리코씨는뭘해요？유리코씨는뭘해요？百合子，你在做什么？유리코怎么说呢？저는친구를기다려요。저는친구를기다려요。我在等朋友。저는친구를기다려요。好，下面我们听一下韩国语的发音。3과 지금 무엇을 해요? 왕신 씨, 지금 무엇을 해요? 저는 책을 읽어요. 유리코 씨는 뭘 해요? 저는 친구를 기다려요. 好，这就是韩国人在说的时候的基本的语速，可能日常生活中呢，会比这个还要稍微快一点。大家初学的时候掌握这个语速，按照这个语速来说，基本就没问题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要学到哪些单词呢？首先是，看一下，全都是动词，对吧？对，动词，동사，动词，동사。看一下第一个，擦다，大家也读一下，擦다。在看的同时，我们经常要边看边读。或者是自己默默的读一下，擦다，睡觉，擦다，만나다，만나다，见面，遇见，遇见了谁谁和谁见面，만나다，擦다，擦다，买，보다，보다，看，看，먹다，먹다，吃，먹다，吃，읽다，读。或者是看的意思，读书、看书。마시다，마시다，喝。마시다，기다리다，等，等。기다리다，가르치다，가르치다，教，가르치다。배우다，배우다，学，배우다，学。休息怎么说呢？对，쉬다，쉬다，学习。공부를하다，这个呢，공부를하다是作为一个单词。你看啊，공부하다呢是一个单词。如果这样，공부를하다可以看作一个词组。所以说，我们做一个单词来学的时候，把这个를可以省掉，直接说공부하다就可以了。공부하다。同样的，일하다工作，如果作为一个词组来讲的话，일을하다，일을하다。然后我们一般说的时候呢，就是이라다，이라다，공부하다，공부하다，이라다。下一个呢，말하다，말하다，说话，말을하다，말을하다，说话。듣다，듣다，听，듣다，쓰다，쓰다，写。好，我们从头到尾再来看一遍。擦다，擦다。만나다，만나다，사다，사다，먹다，먹다，보다，보다，看，읽다，읽다，读，마시다，마시다，喝，기다리다，기다리다，等，가르치다，가르치다，教，배우다，배우다，学，쉬다，
쉬다, 쉬우시, 공부하다, 공부하다, 或者 공부를 하다, 공부를 하다, 学习, 일하다, 일하다, 일을 하다, 일을 하다, 공부, 말하다, 말하다, 说话, 말을 하다, 말하다, 듣다, 듣다, 听, 쓰다, 쓰다, 写. 好, 我们再看一下 语法吧。 语法今天我们要学到的语法呢, 是一个啊哦哟的用法。 啊哟，大家在接触到韩语之前，或者是刚进行韩语学习的时候，可能最早知道、最听到最多的一个语尾，比如说一提到韩国，大家会怎么说呢？对，思密达，思密达是吧？对，它其实它是一个韩语的一个语尾，思密达的一个音译。然后大家一说到韩语说思密达，或者是思密达国。 其实呢，那个思密达的意思，思密达，那是也是一个韩语的一个常用的语尾，但是呢，那个是比较正式的，非常严格，比较正式、严格的场合利用的比较多的一个语尾。比如说在新闻中，我们可能会经常听到那个词，而一般的日常生活中呢，其实韩国人几乎不用的，而用的最多的也是最基本的语尾就是"아요"或者是"어요"的。 是表示呢尊敬或亲切的一个语气，它的用法怎么用呢？大家来看一下。首先，它是加在词干的后面，词干后面，动词或者是形容词的词干，因为在句尾呢，一般都是动以动词和形容词来结尾的，是吧？所以它加在动词或词形容词的词干之后，那什么是词干呢？首先，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词，动词，卡达。 韩语它的一个词后面一般都有"다"这个字是吧？对，去掉这个"다"，前面的那一部分就叫做词干，所以说后面加"아요"或者是"어요"。还有"해요"呢，我们一会儿会讲到。首先呢，它怎么加呢？根据哪种原则来加呢？首先看一下词干的末尾音节，词干的末尾音节，也就是说这个是词干是吧？把"다"去掉它的词干。 末尾音节不算韵尾的那个末音，最后一个音节，比如说"pok"，它有韵尾。如果不算韵尾，它的最后的音节是什么呢？对，哦，对，它的最后音节是"아"或者是"어"的时候，它加的是"아요"，变成"아요"的形式。比如说"卡다"，"卡다"词干加"아요"，它前面是。 阳性的元音啊，所以加的是아요。同样的，보다词干是보，它是阳性元音오，所以也是加아요，变成了파요파요。보다보다不算不算韵尾，看它的最后一个词节，最后一个音节是오，所以加了아요，보가요보가요。那与阳性 阳性元音相反呢，它呢是有一个阴性元音的。韩语中我们都称为，比如说啊哦是阴性元音，那哦、呜、呃、一是阴性元音。如果词干的一个最后一个音是以词性元音来结尾的话，那它的后面加的是哦哟。我们看一下，比如说这个먹다，먹다吃这个字，吃这个词呢。 看它的词干不算韵尾是吧？看它的上面是哦，阴性元音哦结尾的，所以它加的是什么呢？对，加了一个哦哟，加먹어요，먹어요。同样的배우다，우词干是배우우，最后一个音节是우，所以加哦哟，배워요，배워요，变成了배워요。가르치다，가르치다词干。 卡르치词干都是通通的把后面搭去掉，前面一部分叫这个词的词干，加哦哟，因为它是一，它最后一个音节是一，是吧？一呢是阴性元音，所以应该加的是哦哟，卡르쳐요，卡르쳐요，卡르쳐요。好，那这个헤요呢是什么时候？是哪种情况会用到呢？하다最后以하다结尾的这些动词或者形容词，它这个하直接变成。 嘿就可以了，后面再加哟。比如说哈达就是做的意思，那它作为一个句尾
用아어유的时候呢，应该怎么变呢？对，直接说해요，해요，일을해요，做工作、做事情，直接变成了해요，哈变成了해就可以了。同样的，공부하다，它有哈，词干最后是哈，是吧？所以变成해，加油，공부해요，学习，공부해요。大家现在理解的怎么样呢？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一些练习，加以巩固。아요어유的练习，第一个，왕신씨자요？왕신씨자요？왕신你在睡觉吗？你睡觉吗？네자요，자다睡觉，它的最后一个音节是아，元性，阳性元音아，所以直接加아요。但是因为有两个啊，比如说자아요，不必这样说，直接说자요就可以了。第二个。스티브 씨는 쉬어요? 쉬어요? 你休息吗？史蒂夫，你在休息吗？쉬다，休息。看它的最后一个一是阴性元音，是吧？所以后面加了一个어요，쉬어요。네，쉬어요。对，我在休息。第三个，유리코 씨 일해요？일해요？百合子，你在工作吗？일네요일해요일하다일하다刚才我们学过일을하다或者是일하다它的最后一个词干最后一个音都是하다是吧哈所以变成直接变成了해요的形式就可以了네일해요네일해요对我在工作好大家跟我读一遍왕신씨자요왕신씨자요네자요네자요第二个，스티븐씨는쉬어요？스티븐씨는쉬어요？네쉬어요，네쉬어요。第三个，유리코씨일해요？유리코씨일해요？네일해요，네일해요。好，我们看一下第二个语法，是一个目的格助词을或를，을或를。它和前面我们学过的，是一个终结语尾的用法呢。其实它的规则是一样的，怎么说呢？也是根据有韵尾，名词有韵尾或者是无韵尾的时候，根据两种情况而变成了不同的形式。在句子中的位置呢，就是加在名词的后面，表示这个动作直接涉及的对象。我们看一下，有韵尾的时候呢，它是加的是을 음악。음악 音乐这个词有韵尾是吧？最后一个字有韵尾，所以加了음악을 同样的，没有韵尾的时候呢，加的是를 比如说편지 信的意思，편지를 后面加了一个를。好，我们看一下句子中它的具体用法是怎么样的呢？首先是第一个。스티븐 씨 무엇을 해요? 무엇? 刚才我们在课文中也看过了。무엇 什么？ 해요 你做什么？这里是一个宾语是吧？是个动作做，直接涉及的一个对象，所以后面加一个这个目的格助词，它的目的就是你的目的做什么。무엇을 해요? 它有一个韵尾，所以加了을。저는음악을들어요。저는음악을들어요。我在听音乐呢。음악同样有韵尾，所以加을。음악을들어요。下一个，王鑫씨편지를써요。편지를써요。王鑫，你在写信吗？편지，刚才我们说过，지最后这个字它是没有韵尾的，所以加를。아니요，아니요。한국어를공부해요。한국어를공부해요。한국어，没有韵尾，所以加를。공부해요。刚才我们아어유的用法的时候学过了，공부하다以하다结尾的时候，它直接变成해요就可以了，是吧？所以说，王鑫，你在写信吗？不，我在学习韩语呢。像这些单词呢，还有这个语法，其实大家可以做好多的综合运用。多做一些练习，比如说好多 check
书，那后面因为它是加在动名词的后面，所以我们可以用好多的名词来做一下它的练习。比如说 책 책을 시계 没有韵味，那怎么说呢？시계를。比如说我买书 책을 사다 买的意思。然后시계 钟表시계 가방书包한국어韩语음악音乐만나다见面가르치다。那我说教韩语怎么说呢？对，한국어를가르쳐요，한국어를가르쳐요。가방을사다，가방을사요，买书包。同样的，买书呢，책을사요，책을사요。好，那下面我们再练习一下说。首先是第一个，王新喜밥을먹어요。밥을먹어요，먹다，有韵尾，后面加어요是吧？对，那王鑫怎么说呢？아니요쉬어요，不，我不在吃饭，我没吃饭了，我在休息，쉬어요。第二个，책을읽어요，책을읽어요，아니요텔레비전을봐요，텔레비전을봐요，在看书吗？不是，我在看电视。我在看电视，television 是一个外来语，其实就是英语的一个外来语，所以这样的词叫外来语。봐요보다加아요是吧？전 television 它最后一个有韵尾，所以加了을 television 을봐요。第三个친구들만나요，만나다，最后这个也是没有韵尾，直接加요아요，因为它有一个아了，所以直接比如说。만나다，因为已经有了一个아了，所以没有必要再重新再加一个아，所以直接写成一个만나요，直接写成나요就可以了。好，第二个，내친구들만나요，对，是见朋友，친구들만나요，我是在见朋友。好，下面我们再读一遍。王新喜，밥을먹어요，밥을먹어요。아니요，쉬어요，쉬어요。책을읽어요，책을읽어요。아니요，텔레비전을봐요，텔레비전을봐요。친구를만나요，친구를만나요。네，친구를만나요。像其他的，我们可以用其他的好多单词进行一下练习，比如说。편지쓰다，편지를써요，写信。음악을들어요，听音乐。음악을들어요，책을읽어요，读书看书。한국어를공부해요，学习韩国语等等等等。大家一定要举一反三，进行多多的练习才可以。好，下面我们看一下它的拓展学习。在这一部分呢，我们要学到的单词挺多的，然后需要记住的一些常用的表达方式也不少，也都是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的练习读写，然后把这些表达方式都要熟记下来，这样呢，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说的时候，才会说得非常流利，而且比较地道哦。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单词都有什么。第一个，对，哈达。하다，做。下一个，무엇，무엇，什么？下一个，뭘，뭘，也是什么？这是它的缩写，是吧？무엇，뭘，什么？下一个，읽다，읽다，读，读。지금，지금，现在，现在。하다，哦，出现了两个。하다做的意思，그림그림画名词画，那它作为动词呢？그리다그리다就是画画的意思，그림그림을그리다画画，녹차녹차绿茶녹차，물물水물，下一个밥밥饭밥，棒。棒，面包，面包，擦瓜，擦瓜，苹果，对，苹果，
아이스크림, 아이스크림, 빙치링, 영어, 영어, 영유, 영화, 영화, 电影, 음악, 음악, 音乐, 커피, 커피, 카페, 텔레비전, 텔레비전, 电视, 편지, 편지, 信. 好，下面我们再从头到尾来读一遍。하다하다무엇무엇뭘它的缩写形式뭘읽다읽다지금지금하다하다그림그림그리다그리다녹차녹차물물밥밥빵빵사과사과아이스크림아이스크림영어영어영화영화음악음악커피커피텔레비전텔레비전편지편지好，这些单词呢，大家一定要多抽出时间来进行记一下。好，下面我们看一下它都有哪些经常用到的一些表达方式呢？首先是第一个，무엇을먹어요？무엇을먹어요？你吃什么？무엇什么？是吧？所以加了一个刚才的目的格助词，因为有韵尾，所以加了을무엇을먹어요？最后的终结语尾 어요， 因为它的前一个最后，它的前一个词干的一个最后音节是 어， 这样的阴性元阳韵，那个阴性元音，所以加了是 어요。 무엇을먹어요？我说啊，我吃面包，我吃面包。빵을먹어요，빵을먹어요。第二个呢，뭘해요？뭘해요？你做什么？뭘해요？뭘해요？하다直接变成해요就可以了，是吧？那怎么我们可以怎么回答呢？영화를봐요，영화를봐요，看电影。我们刚才学过了好多的名词，还有一些动词，我们都可以把它组合起来，加以这样的回答进行练习的。책을읽어요，读书，看书。책을읽어요，친구를기다려요，친구를기다려요，什么意思？对，等朋友。친구를기다려요。第三个，말이시뭘사요？말이시뭘사요？사다什么意思？对，买。말이你买什么呢？뭘사요？가방을사요。가방을사요。我买书包。我买书包。왕이시커피를마셔요？커피를마셔요？왕이你喝咖啡吗？마시다，마시다变成了마셔요，加어요变成了마셔요，对吧？아니요，不，물을마셔요，물을마셔요，물有韵尾，所以加的是什么呢？을，对，마셔요，我喝水，或者是녹차를마셔요，我喝绿茶，녹차를마셔요。好，这几个常用的句式，常用的表达方式，我们再从头到尾。读一下，熟悉一下。第一个，무엇을먹어요？무엇을먹어요？빵을먹어요？빵을먹어요？第二个，뭐해요？뭘해요？영화를봐요？영화를봐요？책을읽어요？책을읽어요？친구를기다려요？친구를기다려요？第三个，말이시뭘사요？뭘사요？가방을사요，가방을사요。왕이씨커피를마셔요？커피를마셔요？아니요，물을마셔요，물을마셔요。녹차를마셔요，녹차를마셔요。我喝水，或者是喝绿茶。这些单词，看，比如说。刚才我们学过了，마시다喝咖啡喝绿茶，然后其他的动词和一些名词，我们可以随便的组合起来看一下。比如说学英语，영어를공부해요。那吃冰淇淋，
怎么说呢？对，아이스크림을 먹어요。아이스크림을 먹어요。第一个我们是빵 먹어요，빵을 먹어요。那我们可以换成아이스크림을 먹어요。那我说吃苹果呢？吃苹果怎么说？对，사과를 먹어요。사과를 먹어요。大家就是这样子，用这些好多的单词进行反复的练习。好，那这节课我们学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法，它就是아요和어요的用法，是吧？也是韩语中最基本也是最常用的一个语法，就是说在说话的时候会经常用到。它的用法呢分两种情况，根据词干末尾音节是阳性元音还是阴性元音而分。比如说是阳性元音的话，阳性元音包括哪些呢？아和어，那它后面加아요。阴性元音，阴性元音包括어、우、으、이。那这样的单词词干呢，它是这样的，以这样的音结尾的话，那它后面是加的어요。除此以外，以하다、하最后词干하的时候，直接变成해요就可以。比如说하다、공부하다，直接变成해요、공부해요。这样的练习我们怎么做呢？比如说今天我们就学到了好多的动词，是吧？这样大家就可以回去自己拿用这些动词来做一下练习。比如说擦다，那我们怎么说呢？变成아요、어요的形式。对，擦요。好，那我们先都把它来变一下看一看。만나다，对，만나요，만나요。擦다，擦요，擦요。这些呢它都是以아结尾的原性阳性元音，보다以 o 结尾，所以加아요，봐요，봐요。其实呢，这个查다，比如说它是以아，那为什么大家就说为什么不说查아요呢？对，因为有了两个아，所以避免重复，直接说查요就可以了，查요。同样的，만나다、擦다也是这样的道理。直接把它变成擦요、만나요、擦요，这样就可以了。下一个먹다，吃，它呢是以阴性元音어结尾，所以加어요、먹어요。下一个읽다、읽어요、마시다、마셔요、기다리다、기다려요，这些都是以阴性元音结尾，是吧？一同样的，这个也是一，所以说가르쳐요，가르쳐요。배우다，阴性元音우，所以加了어，배워요，배워요。쉬다，쉬어요。好，下面공부하다、일하다、말하다都是以하来结尾的这个词干呢，所以说直接变成공부해요、말해요、일해요，这样就可以了。下面这个듣다，듣다刚才可能有比较心细的同学已经注意到了，它呢，是不是它的形式比较特殊呢？对，它呢是 tada 是一个特殊变形，它变成了加 oil 呢 tloyo 加这样子的，变成了 tloyo。d 变成了 l。所以 tloyo 这个语法呢，我们会在后面的语法总结中会详细讲到，所以到时候大家一定要仔细注意，仔细听讲。这里呢大家把它记住就可以了，它是一个特殊的 tloyo tloyo 음악을 tloyo 听音乐。下一个呢是쓰다，那同样就是 soyo 对吧，它的是阴性元音으，所以变成 soyo。就这样子呢，大家通过单词语法然后结合起来，这样反复的练习，肯定韩语水平会提高得非常快。好，下面呢这里呢我们就讲到，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节课再见。